其实刚才那首歌我很想送给一个人，然后他不在这里，他也不在我们知道的我们脚上踩着这个国家上，因为他做了不好的事情，然后他自己对自己又做了不好的事情。所以刚才的歌啊，其实就是在说，你如果很想一个人的时候，有很多表达的方式，不一定是用很极端的，或者是用很开放的，有很多种。所以刚才那个歌，我想要送给住在天国的张同学。好的。然后下面还有另外一首歌，我想要送给现在坐在前面的大家，如果会唱的可以跟我一起唱。张同学有事先走了哈。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，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，赤裸裸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相较底下，大家就知道我的声音有多脏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就脏到底了，好不好？